我想我阿爷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长安啊？公主请歇息，属下告退。你别走，我不想歇息，你就在这儿待着。喂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公主让我待着，我便待着。你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还蛮好笑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孤男寡女，属下实在不方便在这待着，告辞。哎，别走！我的话你又不听了吗？你看，这是我绣的小兔，别人绣的小兔都是红色的眼睛，我绣的小兔是绿色的眼睛，因为兔子眼里是草地呀，那是一片自由，我也想要自由。你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？你一直都这么冰冷吗？对你义父也是如此，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笑过。你会笑吗？好多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我也太可怜了吧！长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又要被阿耶送到草原去和亲，如今又被你们莫名其妙地带到这个地方来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过过夜，我想我阿耶了，我想回家。公主请歇息，属下就坐一次，不会离开。进来。公主，我们今日便要出发吗？是，魏淑玉的公事也办得差不多了，今日便是会合之日，待会儿我会送你到城东门口和魏淑玉会合。你不走？我不走。好多，倘若你真的遇到长歌了，你能不能留他一条性命？好多，时候不早了，还请公主尽快收拾行李。淑玉哥哥怎么？嘘，别喊！你喊出来，你丈夫就死定了。
你看那个人，离长歌被人盯住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不过离长歌在这儿，魏淑玉应该出事儿了。淑玉哥哥，如果你不想魏淑玉出事儿的话，就乖乖在这儿待着，别给我乱动。是什么人？我劝你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的主子人头落地。请便。不过你得把他的人头交给我，我好带回去复命。你跟他不是一伙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就凭你也配问我这些？魏淑玉出事了，猜到了。放了他，你先放。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。冷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长哥，我……你还在等什么？我手里的这位可是大唐的公主。那你可知道我手里这位是谁？我不管他是谁，放人。我数到三，你不放人，这女人就死了。阿准，你别乱来。好多，你不要杀害长歌，你放了他。好多，一。再不走，王君客搬来救兵，咱们谁都走不了。啊。Thank you.
用等我了。浩东，放开！你放开！你刚才没听见长哥说，舒玉哥哥出事了吗？我只关心李长哥在哪儿。可是，舒玉哥哥他……我再说一次，我只关心李长哥。我在这儿。长哥，长哥，长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再乱讲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李长哥，不跑了。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们谁都跑不了。听你，你还以为你是郡主呢？李愿望军库勾结了阿什勒部的小可汗，准备将幽州送给阿什勒部。如今狼氏大军正朝幽州而来，你觉得还跑得了吗？你不用怀疑，魏淑玉此时被关在都督府地牢里，如若不是为了幽州的话，此刻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。好多，我们现在去救淑玉哥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不是魏淑玉。魏淑玉背后有整个魏家，你觉得他会拿他全家的性命来配合我演戏吗？不用看了，就我一个人。你为何安然无恙？因为太子之玺在我手上。把东西交出来。幽州都要沦陷了，你竟还在关心那东西？幽州的事与我无关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你和太子之玺带回去。与你无关？当朝将官竟说幽州沦陷与你无关？杜如晦如若听到你这样罔顾大局，定杀了你不可。少跟我提我义父。你一个偷盗太子之玺的贼，跟我谈什么大局？李长哥，即便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也不会让你再逃。你不顾轻重缓急，只顾私人得失，如此心胸何成大事？我成不成大事不用你来教，把太子之玺带回去就是天大的事儿。如果王军阔得手，那时再向朝廷搬救兵可就来不及了。李长哥，我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公主安全地送出幽州。如果你还拿公主当朋友的话，就配合她。长哥，从小我就喜欢靠在你肩膀上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。急也没用，我都不知道下一次能靠在你肩膀上要等到什么时候去。把绳子解开，手疼。哦，李强哥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。抓长哥就这么重要吗？比我们的性命，比整个幽州城百姓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幽州已经被封锁了，我救不了幽州的百姓，也救不了魏淑玉。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淑玉哥哥死。出城点燃烽火，告知朝廷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你是说舒玉哥哥有救？听天由命吧。
长歌，让豪都带你回长安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长歌，我回不去长安了。祖父让我远嫁草原，跟阿诗勒不和气。什么？不过阿耶说了，说我得了重病，让我先去洛阳休养。听你阿耶的，好好待在洛阳。长歌，可是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真的好想回到从前。回不去了。那以后我们还可以相见吗？最好别见。长歌，浩都说点燃烽火是唯一的机会，你觉得舒玉哥哥有救吗？我一定会救出舒玉，你放心。老伯，您没事吧？水。